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都这么害怕上把的冠军吗？ 吃鸡吃到兔C组怎么体验？让橙子带你来体验一下。有其他人呢？ 信号枪是什么玩意儿？八倍98K秀一把吧，兄弟们，好吗？不想丢了，98K 都满配了，这爆俩头就换喷子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好？ 你不会觉得我怕你吧？什么玩意儿？他在外面围墙后面，在我这围墙后面，我他妈的，二号，我看你的。 左边有一个，我操！这他妈的是谁呀？哎，你是谁？你还怎么还抢我人头呢？哦，那是另外一队的那个。我操！又抢我一个。 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他妈的逼发自己的潜能，我们是逼自己，直接拿下一穿七，被他们抢了两个，一共是八个人亮队，他们抢了我俩人头，我打倒了七个人呢、啊，这一波，帅啊！ 老猛了，现在老猛男了，这两天找回了当初的感觉，就是帅。
我看那手雷是给你们看的，我怕你们不知道。我看了一眼，有时间的不怕，知道吧？那只要你的这个脑子这个想的够多，其实也没有那么慌乱，你知道吧？就思路清晰一点，弄了又不会直接炸，看一眼也无所谓，知道吧？主要是，哎，经历的太多了，太不慌了，就这么多人就越过来我越有点开心，你知道吗？那当初的话就有可能会激动一点。就现在的，就他们越过来，我越就怎么说呢？心情平复一点。杀了他们之后都没什么心跳，心率正常，你知道吗？老一打是选手了。太帅了。8位98K 不能抢人头吧？助理是不是在玩游戏？红包都不收了，别着急，他这个有可能在忙呢。别着急。哒哒哒。什么玩意儿啊？SLK，那没事儿，从来不认识 LK。等着吧，等空投。嘟嘟嘟嘟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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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哒，46个，446火箭，这就是2000的礼物，加上2000还差700。又是个三级甲，宝贝儿。哦，缩圈了，走。
哎呦喂！没空投还是不稳啊，主要这把没有 DBS 知道吧，也没有浴缸楼。哪有浴缸楼呢？找我的浴缸啊！这好像有个浴缸呢。不是浴缸，哎，浴缸！没喷子。浴缸，浴缸里边，浴缸。你看这个人，看到没？他对着浴缸走的。下午好，绝地可可。哎，绝地可可，超管儿，我的发。你好啊，可可，可可妹妹。下午好，超管大哥。大哥还是大姐？还是那熟悉的味道，兄弟们，熟悉的浴缸，直接完成一穿式。他们是能听到我说话的，要不他绝对不会就直接就冲的，因为你看他，他就是对着那浴缸的，你懂吧？绝对是听到我说话了。烟儿太多了，烟儿十个可以的，知道吧？哎呦，有人打空投枪了。我操！我的发！抢空投，这
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抢空投呢？这都该没化妆了，还抢空投呢？这照我们脸上可以，看一下吧。还是不敢奔放的去瞄人，你知道吧？怕被一枪掉头，还是很难受的。直接秒杀，还想扶队友？不存在的。这有100米吗？145米，这么远吗？100米击杀，哇，这准度了。Oh my god， 干什么呀？这么准呢？干什么这么准呢？如果有空多的时候，还是最好的，也没办法。关注发弹幕送十个奖品啊，兄弟们！等就完事了，在浴缸里边待着吧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浴缸之神，缸神。浴缸在门口，简称什么啊？这浴缸不在门口。还有11米的人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家人们？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代表他的心。
还有八名敌人，倒了一个，还有七名敌人。那么七名敌人这边有两个敌人，这边有两个敌人，那么还有三个人不知道位置，只有三个人不知道位置了，把那三个人找出来吃鸡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没有四个人，我操！一月四，一月三，一月二。一 v 一，这里玩的单人私排竞技模式，18杀吃鸡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本场的冠军，这个上房帅不帅？直接拿下一 v 三，三枪带走一个，直接突点一个，上房卡点一个。观众组发弹幕给兄弟们送10个奖品，感谢观看。发弹幕越多，你的中奖几率越大。大家有想提高游戏的帧数的啊？增加稳定性，提高 FPS， 加平面微信，脚步面的同款画质啊，一条龙服务，全程远程帮您，屏幕下边微信啊，助理就在我旁边帮你调，非常的可靠。十年以后你会相信吗？路春秋都写在身上，每次试问
也不会太过悲伤。你会爱过他们，也会恨过他们，也会自己爬上水池的顶端。是你说的秋叶总落悲伤，只是现在慢慢，只是终于慢慢。灯光灿烂的火黑化啊，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，来时的时光肆意把它遗忘，站在湖水的岸，总有些过往。好了。说出再见，也会说远方，很多的话只是在伪装。每次我想，再也撑不了你的光芒。只是现在慢慢，只是终于慢慢。有点失误啊，也是这个机瞄挺难打的，汤姆逊机瞄挺难打的，也没办法。
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一春山。你们都得死一会儿，好吧？都得给我死。在隔壁有一个，蓝楼有一个，隔壁就一个，人不多。操，楼上有一个，有个老阴逼。这楼上人找不着他，把隔壁的找到。想放火烧我，这么坏。你不会是以为这能藏住吧？这个地方歪头肯定能看到啊。太胖了。哎呀，打歪了 ，I'm sorry。我很抱歉啊！哇，吓我一跳，这点枪，哇，吓到我了，有点离谱哦。没事，习惯就好了，宝贝儿。
习惯不就好了吗？还离谱呢？有什么可离谱的？非常不离谱。这就完成落地一喷漆，落地一喷漆，他们就傻地。直接拿下。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不走了，这个圈不用走了。我看有没有浴缸房啊？这有一个浴缸，可以的。这中心点是浴缸。是喷的子弹吗？五发十发，这个五发喷的子弹，打发要饭的呢。拖鞋板有了，咱们捡了拖鞋板，那个拖鞋板我捡了，兄弟，是不是没看到？手速太快了吧！直接冲往浴缸。人，OK， 就叫我什么玩意儿来着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啥玩意儿啦？我们是什么吧？浴缸什么玩意儿、啊、靠挡板大残。来了来了。
来了，不要杀人！二楼最里面小房间，浴缸里面。二楼最里面小房间在浴缸，炸残了，打药呢，我听到打药的声音了。二楼浴缸。谁喊二楼浴缸？他们好像都认识，我们别喊了。他们听我声音很陌生，他们一定不是路人，你知道吧？我的佛！Noodles Bullet， 这就玩意吃啥？我们是什么玩意？我们是浴缸房王，嘿嘿，就在这个房子里面，各种抢人头，唯我独尊。扔火的话，站到这个上面就烧不到了，然后站在这上面还可以这样，站到这个上面火是烧不到的，这个点儿无敌的。浴缸就在里面，就在这里面有浴缸。以前是有浴缸的，知道吧？以前就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浴缸，里边打不到，但是里边老是藏人。后来改版了，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还是有浴缸的。舔包能舔啥玩意儿啊？舔不着啥玩意儿了。那你要是往上扔火，你往哪儿扔火都烧不到我这个垫子，因为你往哪儿扔火都是会从这边作为一个落点，会从这边作为，哪怕是扔到这上面，它烧的也是地上，只能说填点手榴弹儿。吸圈喽，这圈其实也没很吸，这边吸过去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个点非常不错，这个车如果一会儿还在的话，直接冲下去就好了，位置还是不错的，是吧？很棒，这把很有机会吃鸡，四排带十个烟可以的，正常，因为我们是单人四排，位置差的时候是很多的。
门口还有俩包，包有三有四个包，我楼下，我不想舔啊，没什么可舔的了，就什么都不能舔了，懂吧？喷子弹他们绝对没有，还有啥呢？你们说还有啥呢？三甲我也有了，就三级头他们都没有。没有浴缸了耶，炸烂尾楼吧。不会没人吧？不会烂尾楼没人吧？我操！叫你们点我，这个雷直接致命，这玩意儿一v四啊，操，想冲我呀！这个空爆雷看我屌吗，兄弟们？一个空爆雷炸死两个满血，这今晚上一穿是完成十四杀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一v四的神。我灿烂，战火辉煌，而我想要黑暗。还有七名敌人。打倒了一个，还有六个，两个，四个，还有三个人不到位置。这边有一个，这边应该是三个人，一二三四五，
又有五名敌人。一二三四五，还有一名敌人不到位，因为只剩六名敌人了，就只有一个人是未知的了。大家想提高游戏帧数啊，优化局优生啊，优化脚步，还有一些画质的，加平板微信一条龙服务，全部远程给你调了啊，兄弟们，仅需50米，具体的加平板微信私聊啊。任何的配置都需要提高，我觉得任何配置都需要优化，绝对是，有好处没坏处的，知道吧？而我们这身后放心啊，屏幕下边或屏幕上方，昨天优化了还可以，那必须还可以呀。那能有差评吗？都用心给兄弟们调的，能有差评吗？那肯定是还可以，或者很好，不错哎。很良心啦，这价真的很良心了，而且是永久质保。我们目前都已经有好几个人这个做过系统，都做过两次，做过三次的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很多人这个电脑他老做系统，也不知道为啥。那我们都会免费的给调一次两次，你调三次，一次就十几块钱，真的老划算了。这个我觉得是售后是亮点啊。微信没回复的话，多发几条或者多等等就可以了，有可能比较忙嘛，毕竟咱们对吧，比较热，比较火热，能理解吧？如果一天只跟你一个人聊，说明这个店儿要凉了，说明效果也不好，对吧？冲！我操，这个雷怎么丢的呀？哇，这个雷爬出来服了还是扔进去了？这雷神了，这雷是我们这把吃鸡的关键。还有俩人，这边边各一个，山上一个，以后就叫我雷王吧。你看我还没说这个话呢，我观众都已经把弹幕打出来了，老粉丝了都。我还没问呢，我还没说呢，这弹幕三个字雷王八直接出现。这或许就是老粉吧。他就在后边呢，
哎呦，是不是雷王八？你们说的算。有一个牛逼点位啊，不要眨眼啊，兄弟们学着点啊，牛逼点位，利用位置直接给他干掉。看到我了。看到我了，然后你再拉，你知道吧？你疯狂拉他，他不知道往哪边躲的，你知道不？你这样的话，一要又要他，又要到他屁股后面了，圈在中间。还是不要浪，一会儿就站这个红车就可以了。这红车就完事儿了，因为我们是大反斜，他不知道我们在哪儿，他很害怕的。现在他找我们呢，跑的时候直接秒他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我们是什么军打的？我们是啥？左侧身，他一禁烟我就到红车。这种情况下我是绝对不可能输的，我你看我是绝对不会死的。直接拿下单人四排，经济博士18杀吃鸡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冠军，18杀，一共60个人，我们杀了18个，1/3人，好吧，宰了1/3人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本场的冠军。冠主发的某个积分送10个奖品，感谢观看，可以支持一下屏幕下的微信啊。这合理吗？优化专享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没他的贵，我没他的贵。玩着玩着关机重启，应该是散热不好，就玩着玩着你重启了黑屏了，应该是你散热的问题，就 CPU 温度太高了就会自动重启。直接豪宅，
可以就可以，直接过来救，他跑了，直接救，直接服，主播，别扑我，直接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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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残，打药的，直接出，大残，我操，灭队了。这鸡巴，我举报那个狗！上一秒还主播别补我，下一秒就举报这个狗逼！你能不能好好？你狗逼！不是上一秒还主播哥哥别杀我，下一秒就举报我，你这个老屌，杀的就是你！那上一秒还主播别补我，下一秒举报这个老登，我服了都，两面人。这就是两面人吧，粉丝检视，不，黑粉加视。为什么被举报不会被检测？很少被检测，现在一天杀一万个都不检测，号的问题。快边，快边，快边，快边！哎呀，大宝贝儿！还不是呀、我杀完我就走，你气不气呀？
找个鞋先，进得来出不去。 给我搜把 DBS 好吗？DBS 有远地神，可是没有啊，没有呀。主播已经五杀了，还有48名敌人，这些人现在又运营，真的会运营了。以前我喜欢那种什么局呢？落地杀，大家就剩十几个、二十几个，哎，30几个这种，这还有50个人，那怎么玩啊？一圈死10个呀！ 那一会儿扎点的时候，中间点的老多人了，找个浴缸去。主播天天都直播的，每天都直播，365天无休，过年不回家。 有可能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哎呦，双黄弹，名场面，很久没见过了。哎呦，就来这个浴缸了，浴缸我都选好了，把这工都拿一下。不会，两个工都没人来吧？别说话，别发弹幕。 好像没人，一把没空，这是啥？给把狙，我就玩双狙了 ，AWM， 两把没空，怎么玩？
走，我们去浴缸里面。烟雾弹不够。 原地还有一个架枪呢。 这波就勾引他，让他以为我打架，知道吧？
那他以为我在这个跟别人打，然后他就会拉下来。如果一直对着对枪的话，他绝对不会下来。只要他一下来一步，他就回不去了，知道吗？没掩体就完蛋了。你无烟只能续命一会儿，烟散人没。 直接出房子就完了，找个厕所啊，呸，找一个那啥。哇吼！哎，我操，没在上面去，上面位置好啊，兄弟们，在上边位置好。 差不多了，马飞，再来一次啊！差不多，这个位置主要是在偏离，有点偏离中心点。我还是来中心点，差不多的，瞎吃吧，瞎吃已经好吗？这飞就能真能飞上去，飞上去那个位置很好的。你它上边的话，它有一个，你看这种房子，这房子是封闭的，你可以躲着打打靶。看我这也无敌，马路边边小房。 上面有人帮我们架枪，我们只需要看近点，就可以保证我们不死。然后呢，来去还自如，想过马路就过来，一切由我们掌控。说圈了，说圈了，你们已经九杀了，还有23名敌人，敌人可以说是非常之多啊。 隔壁楼有 DBS， 你咋看到的？偷你这偷视呀！不过我还真挺相信你的，宝贝儿。有烟一定要带烟啊！带烟，带要带10个。 我信你个鬼！你个糟老头坏得很，我信你个鬼呢！你个破街，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。
找一找敌人，这个圈我们杀不到人，看不到，看到没？所有人都在，基本都在这边呢。我也知道他在房子里，但是就找看不到。AWM 可不是什么好人呐，兄弟们，你妈大狙。我们不是挂、啊。哇，这个上面是安全区，你说。哇，但是中心点啦，好后悔没有听兄弟们的话。哎，不听兄弟们的话呀，吃亏了。这要是站在上边，我的发，那可是可以说是只手遮天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倔驴，不听观众言，吃亏。就这一点啊，怎么打了几枪啊，打了他连中三枪啊，真的假的呀？我还是单点全自动，比全自动还快呢，这一波什么玩意儿，这俩人死不瞑目啊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号没了，你号没了主播，我们这号马上没。号没了。我操，干什么？我的发，没喷死他两下，这一晚上一喷二。哦，这边我知道是哪，这边是右边山，我要上去，上面好像很多人的样子。你要看柚子哥哥，橙子哥哥不猛吗？这还不喜欢啊，小萌萌。你橙子哥哥的技术怎么样？一起的，再打一个人，还有五个敌人，完了，意外事了，兄弟们，完了，我估计这完得子了。
应该是一V3吧，他们反正两三个人，能秒掉一个就先秒，知道吧？哦，不是，现在是一V3了。 这怎么办呢？不要眨眼，不要呼吸，现在开始看主被人操作啊！一定要隐藏自己，我先偷他一个，打烟秒秒对一个。他们三个人，不是四个人，他们不敢冲，我感觉他们会卡我。 卡我就完蛋了，一定不要卡我呀！开车了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我也有车，说实话，可不可以操作呢？上头。 上头！这是我硬刚。 开车，给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开车拉点，好吗？快点扶人，好吧？哎，为什么会扶起来呀？哎，为什么会扶起来呀？ 哎，不对呀，他自己起来的吗？来，这个烟，产业堡垒，我。 开车那个没打倒啊！我操，我还以为打倒了呢。那没秒掉吗？那对象没把他打死。这家伙叫单人四排竞技模式16杀，最后1V3吃鸡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冠军，游戏是少车，非常细节，少下来一个人，我们导致我们这个直接优势就大了，好吧？直接拿下冠军。我们是什么，兄弟们？冠军！关注主播发弹幕，给兄弟们送10个奖品。感谢兄弟们的观看。 爱你们出面，小六走一波呀！那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，办办卡，对吧？最近这个礼物流水有点差，大家喜欢主播的话，对吧？可以整一整飞行道具什么的，老板啊，支持一手。 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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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关注怎么发弹幕？这边送十个奖品，关注弹幕走一波呀！连续两把十几杀没吃鸡了，可以的，我操，有手感的，就差个绝爱圈了。这届好在米拉玛浴缸王八回归，有人落地不要眨眼，不要呼吸。别呼吸，别呼吸。不老实啊，还没到胡提的时候不可以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没了，可以呼吸了，兄弟们。可以呼吸了。OK。这届冲网皮卡多。其实可以捡空投，可以捡空投，但我就不捡，我就去皮卡多杀人去。
哎呦，热闹啊这！哎呦，两个酒吧还同时开箱啊！ 蓝楼有人，先把蓝楼摸了，大家都别走了，干就完了。我看看这空投落哪儿了，还没落哎！我操，这不去拿？这不就是落脸上吗？ 这不直接给他拿下啊！ 没有三级包啊！你俩有吗？我操！你俩也没有，那你俩来干啥了？这也太没诚意了！哦，真不错，直接中心点。 我们是什么？我们直接冲往浴缸，想收把 DPS， 有拖拽板吗？找了半天拖拽板没找着，找了半天没找着，他都没有好像，就找拖拽板呢，在箱子里面。 浴缸里面，二楼浴缸里面，浴缸。 这他妈的，冲啊！别丢了，丢炸不着我的，我这位置无敌点。我操，这真能丢啊！ 这就完成一穿四，我们是什么？以后就叫我浴缸王吧。在浴缸房没有人能打得过我的，好吧？是我冲他们的，可以说，把他们给冲了，是吧？拖鞋板有了，面包会有的，拖鞋板会有的，三级包会有的，来个三级包。我操，四个人不会一个，哇，有一个三级包 ，nice。直接拿下经典。 虽然没有喷子，但是一样的。哎呦，爽啊，兄弟们！
太经典了，这个位置。找个 TBS， 他们没有脱胎板啊，他们还是没有脱胎板啊，他们四个人一个脱胎板都没有，什么玩意儿？又来人了。那没事的，扫也扫不着啊。哎 ，DBS， 我操！这拳必须拿。一喷一狙，同心圆，兄弟们，还是沙漠图，还有浴缸，还有 DBS， 还有妹控，这把不吃剑，我吃死五万斤，话放在这儿了，五万斤，好吧，有没有诚意？你们说有没有诚意就行了。还有44个人，人非常多，请大家做我的见证人，不要离开直播间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个操作都非常的帅，都非常的帅。我操，拼了庞浪的，过年了吗？都是9派 K 这边。听，这个，这是鞭炮队呀，兄弟们，拿98K 多少都带点儿，没什么毛病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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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。啪啪啪啪啪啪！你还别说，就这无敌圈，还真稀全。我想想啊，来人就得守这个房子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房子的话，你看我在这儿卡位的时候，侧面没人能打得到，但是你要是在这边卡位的话，会被这个山上打到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，浴缸房也要选好。这两个浴缸房为什么要选这一边？你们要知道这些细节。来车了，我估计要干我，因为我这边枪械少。估计他们有想法。肯定会要扎人的。
没拖车板也太逗了，这感觉跟拖车板没啥关系。哇，这没拖车板不行，太逗了，当个补偿吧。没感觉，我操，太没感觉了。我操，感觉他妈这个抬的太高了，你知道吧？后坐力还是高啊。这满配的话好压一点，你不满配是真难压呀。众所周知，这么远其实是打不中的，非常的。找死！敢找我？好，你很有勇气。我只能说你很有勇气。做邻居了，居然，哎。那做邻居了，做吧，那就做邻居吧。大家都一个人，也不容易。他把小枪打我脸上了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我受到了侮辱。哥哥这个雷怎么样？哥哥的这个雷是不是给你吓到了，宝？操，打房间里面，真浪费，败家玩意儿。他也没有拖车板，这个败家玩意儿。不过看到这个舞就想跳舞了，兄弟们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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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，雷什么雷呀？谁敢过来呀？就我这浴缸房，谁敢过来呀？宝，过来不得头给他打爆啊？怎么这还在打吗？我都溜达一圈，他怎么的？这圈完蛋了，这圈这边塞进去了，但他们好像就俩人可以冲，趁现在赶紧冲，因为一会儿的话他们所有人都反应过来的话人就多了，现在的话就一冲二，好吧，
别眨眼啊！现在开始不要呼吸，不要眨眼，不要呼吸，不要眨眼。长剑房可以的，冲！ 给我死啊！防区里面我就是爸爸，直接拿下他们的中心点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中心点。拖塞板来了，会有的，拖塞板会有的，面包会有的，什么玩意都会有的。 完美，冲不过来，守也守不过我。这些人，你看到没？我冲他们的点，他们完蛋；别人他们冲我的点，他们也完蛋。为什么？ 一枪就倒了，哥们儿，一枪就倒。 完成14射伤，还有8个敌人。好，现在不打，等会儿他跑下来再打。现在已经不能打啊。好，这个人有点牛逼，他是不是个大狙？小心点，我别被一枪爆头了。哦呦，9K。 一定要把野打满，要不这两个人这些人卡不了了。翻下来吃卡，没雷，但没事，这个双口还能卡他们，下一辈子宝贝儿，跟你们三个玩一辈子，别冲过来啊！ 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你们可不要过马路哦！警告哦！对面挺好的，别过来了，没雷，没捡雷，我的发！哎呦！
混起来了，他妈拉过来了，拉过来了就只能防守了，大好能偷。